大臣，乔云霄的 DNA 样本配对结果出来，给我就行。辛苦了。用不用我当跑腿的送去给罗队啊？麻烦你一下，帮我跑一趟，我还有任务。 笑笑，怎么了？云霄，云霄出事儿了！我来云霄公司楼下找他拿礼物，然后他就被警察给带走了。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你别着急，晚点说。陆老师，我家里出了点事儿，能跟你请半天假吗？如果你不在乎你的实习工作，随时都可以走。 小小，我现在在忙，走不开，你先别着急，等我忙完了去找你啊。好，您所拨打电话已关机。陆老师，乔云霄被警察带走了。查案的事不归你管。 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不对，小云霄的车检查过了，太干净了，应该是刚被清洗过，什么线索都没有。肖云霄，你再仔细回忆一下，3月2号晚上你离开日料店之后，到底去了什么地方？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就是在车上睡了一会儿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你再撒谎！ 我们查过监控，3月2号晚上你根本就没有回家，你回家的时候已经是3月3号早上6点了。对呀，但是六点，天也没有亮吧？我又喝了酒，我迷迷糊糊的。日料店1点打烊，你6点钟回家，这5个小时干什么去了？你是不是一直和萧雪在一起？ 萧雪是不是你杀的？胡说我！我没杀他。我们在他的血口发现了你的DNA，你跟他肯定有肢体接触。你怎么解释？那天晚上我要走，他不让我走，我们俩纠缠了半天，他当然会有肢体接触啊。云霄，你多陪我一会儿好不好？这些年我活得太累，演出除了大提琴，我一无所有。 根本没有去。行了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我没胡思乱想，我们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。就从来没有真正在一起过，你喝多，你冷静点，我们走吧。我不走。你想在这儿待多久都行，但是我不行啊，我要走了，对不起。我上了车，头有点昏昏沉沉的。 就在车上睡着了，也不知道睡了多久。一睁眼下了车，在
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车开到小区门口了。那就是有人帮你把车开回了家。那个人是谁？我再说一遍，中间发生什么事我是一点都不记得。那就是没有人可以证明你的话了。我对天发誓总可以的吧？我绝对没有撒谎。你刚刚洗个车是吗？对啊，昨天洗的。你为什么昨天要洗车？前天下雨了呀，那车脏了不得洗吗？你洗车是因为你把车开去了凶案现场，所以急着毁灭证据，对吗？不对，我就没去过什么凶案现场。你就是杀死萧雪的凶手。再警告你一遍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没杀他。这就是萧雪跟乔云霄那天晚上吃饭的地方。你说巧不巧，这家店的监控少了一段，线索就在那儿断了。别跟我说案子，查案的事不归我管。行，找你买单就行。哎，干嘛去？罗大队长，上个洗手间行不行？行。陆大法医，哎呀，有监控，有监控，没事。哇，就点这么少啊？再多点一点吧。还有什么生鱼片呐、那些啊？老陆，难得这么大方啊！没有啊，这顿饭你请。凭什么呀？有个大礼包。说不定能帮你把线索连上。真假啊？海胆一板怎么样？点。我要查看原始监控录像。你们不是来过了吗？别的真没有了。那你删了吧。怎么可能呢？那天晚上你跟你的店员动手动脚的，被监控拍下来了，所以你就给删了。不是，警察同志，咱这玩笑不能开啊！您这没凭没据的，信口开河不太好吧？没关系，删除的东西我们可以复原。你要是不交出来，那就是妨碍公务了。哎呀，这货真价实的大礼包啊！啊，破案就靠它了。这顿饭值了吧？值啊。肯定值啊！这个名片就是我姐姐跟我姐夫那天请朋友吃饭的那家餐厅的名片。老陆，你不会还没吃饱吧？刚才那顿可花了我半个月的零花钱，你做人可得厚道点啊！是啊，没吃饱，要不吃这家吧，法国菜，走。哎，不是。刚吃完啊，罗队，乔云霄小区外的街道监控我查过了，没戏啊。没看到他的车？是没记录。那两天小区街道外刚好在更换摄像头，能拍到街道环境的只有大门的那个，只能看到乔云霄的车在早上6点进入大门，跟他之前回地下车库时间差不多。那无法证明他的车早就开到了家门口。也有可能他把车停在了镜头以外的地方。日照店的监控，查一下。好。笑笑，快！哎呀，快坐。云霄到底怎么了呀？跟萧雪的案子有关。我就猜到。都分手了，你说为什么非要去见面？现在可好了，惹出这么大个事儿来。你怎么知道乔云霄去见萧雪了？他不是要去法国吗？我说找他吃饭，让他给我带点东西。他说刚好约了萧雪，叫我一块儿去。他和老情人约会，我去干嘛？我就没去。你当时要是去了就好了。他现在成了萧雪被害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，有很多不利于他的证据。他也提供不了案发时候不在场的证人。不在场证人？我呀，我就是不在场证人啊。你？对，
那天他要跟小雪去吃饭，我说肯定不对劲儿，我就跟着过去了，就在那个日料店。云霄起来了，回家了啊。3号那天我是6点的早班，所以我陪他待到5点我才走的。乔一小肯定喝多了，他根本不知道你为他做的事。我也不在乎他知不知道。你不在乎，警察在乎。那还等什么呢？赶紧去公安局啊！走走走。哎，你慢点。这张照片确实可以证明3月2号晚上你和乔云霄在一起，但是不能证明地点是在乔云霄家楼下。我记得拍照那天有辆洒水车经过，就是带音乐的那种，你们可以去查，只要查到洒水车在那个路段经过的时间，就能证明我没撒谎。萌萌怎么样了？啊，日料店的硬盘已经修复了，监控也找回来了，你看。小笑笑没有说谎，先放了乔云霄。云霄，你没事就好了。没事儿。要是那天晚上我能陪着小雪，说不定她就不会死了。世事无常。如果那天笑笑不陪着你，你就死定了。应该的，我乐意。谢谢啊，我的笑啊，下辈子我当牛做马报答你。别下辈子，就这辈子吧啊。这辈子我有出了。啊，就这辈子吧，行不行？啊。陆法医，人是在车里一氧化碳中毒。发现死者2名，其中1名男性，年龄大概40到50岁，身穿黑色运动服、黑色球鞋；另外1名女性，年龄也是大概40到50岁，身穿蓝色丝绒连衣裙、高跟靴子。2名死者都呈现樱红色尸斑，初步判断符合一氧化碳中毒。你先下班吧。陆老师，我相信您一定能帮我查出真相的，对吗？
思思，姐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啊，我提前下班了。你跟谁说话呢？我。这是谁啊？是。你好，你好。刘继强。顾初。啊，姐，他就是我顺路回家叫的一个顺风车。谢谢你啊，刘先生。你要有事你就先去忙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思思啊，姐，咱们走吧。思思，你是不是在跟那个男的交往？姐，你又胡说什么呢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小雪吵架是不是因为他？姐，你是真的想多了，他就是一个乐器行老板，然后找我们同学拍个广告，正好就送我回来了嘛。思思，你现在还是个学生，跟这种社会上的人打交道，你要留个心眼，你知道吗？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要急。那你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在这里请客的情况吗？那天，大家还开开心心的在一起拍照合影，怎么就传出夫妻俩在车上自杀的消息？你说当时他们是有合影留念的？对呀，是我帮他们拍的照片。那你还有他们的照片吗？没有，是用他们手机拍的，好像是顾太太的手机。喂，蔡阿姨。喂，哪位啊？啊，我是陆北辰。哦，陆老师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。蔡阿姨，顾初妈妈的手机你还留着吗？上面可能有线索。哎，有有有。不过有事有他不在我这儿，他在顾初那儿。这样，你们俩不是天天在一起上班吗？你问他要，很方便的，你就说我说的。啊，好的，再见。萌萌，把乔云霄的寻人视频再放一下。好。啊，小姐之前给我打过好几个电话。有什么发现吗？说想吃个饭聚一下。我都给退了。那天晚上他又给我打电话，说非要请我吃个饭。我心想，如果再拒绝的话，就显得有点小气了，就答应了。小雪的通话记录呢？那儿呢？小雪遇害前一天、遇害当天和第二天，她的通话记录、手机联系人和社交网络联系人都在这儿了。我记得只有她的家人、经纪人和助理的通话记录。对，还有酒店打来的未接来电。没有乔云霄的。没有。小雪。还有一部手机，我马上给乔云霄打电话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好，放心吧。哦对，这个号码是萧雪前任助理的，因为没有用萧雪的名字登记，所以我们之前没查到。我们看，这几个号码是乔云霄的，看来在萧雪遇害前，他们确实联系过。是。大家继续查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平海市刑警大队的江国超。啊，我问一下，在2017年2月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平海市刑警大队，我想跟你核实一些资料。啊，请问您认识一个叫萧雪的人吗？7:14。好，那您在3月2号中午11:32的时候有跟他通过电话吗？好的，好的，我明白，谢谢。不对，座机电话核实过了，这几个是保险和理财的推销电话，这几个回拨无人接听，估计也是推销电话。这个电话出现过两次，去核实一下。好。哎，这个号码的机主叫刘继强，他打过两次电话给小雪，一次是3月2号，也就是案发当天，还有一次是2月28号，也就是遇害的前几天。小雪两次都没接电话，通话时间未留。刘继强，我记得这个人，之前罗队让我查过顾思的手机，他的微信里出现过这个名字。我也记得顾思的电话里有这个人的名字。
我记得聊天记录里只有一个表情符号，看着像不常联系的那种。有没有可能顾思把聊天记录删掉了？而且刘继强的头像是个小男孩，更加不会引起注意。这个刘继强跟顾思和萧雪都认识，他们两个吵架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人。好，我马上调查一下。罗队，找到了。刘继强，39岁，离异，在平海市舟山路有一个新世纪琴行，曾经2年前请萧雪为他的琴行拍摄广告，之后还花钱赞助过他的演出。我们是平海市刑警大队的。刘总，这边有人找您。你好，您就是刘继强先生吧？对，是我。您二位是？我们是刑警队的，想问您点事情。警告。顾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吓唬你，吓唬。刘先生，咱们换个地方，我们想跟你核实点情况。哎，我给你们倒两杯茶啊。哎，不用不用。咱们言归正传吧。您跟萧雪是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我跟萧雪2年前吧，我赞助过她演出，然后我们认识之后呢，交往了一段时间。后来她脾气太大了，我实在受不了，大概半年前我们就分手了。分手以后就没再联系了吗？嗯，对，就没有了。2月28号上午8:30。您是不是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呀？2月28号，我记不住哪天了，但是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，因为他跟我说过，他对他现在的琴呢不太满意，我答应过要帮他换一把新的。这不是知道他要来平海演出了吗？我就主动联系他，也是想做成一桩买卖。结果我给他打电话，他没理我。顾思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哎呀，我们乐器行不是总找这个艺术学院的学生拍广告吗？顾思来面试，我们就这么认识的。你们是男女朋友啊？也不能这么说吧。我还是拿她当妹妹看，保持距离吧。啊，她之前可找萧雪吵过架。我知道。他跟我说过，为什么吵架呀？有一天，顾思趁我不注意，偷偷翻我手机，这不就看见我给萧雪打电话了吗？他就问我说：“这萧雪是不是那大提琴家呀？”我想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嘛，我就都跟他说了。结果他急了，非说我心里还想着人家，不依不饶的，又哭又闹。我实在嫌烦，我就没理他。结果他急了。找人萧雪闹去了，我听说最后闹的事儿还大了，还差点把自己闹成犯罪嫌疑人，是吧？萧雪演出的前一天晚上，也就是上星期五晚上，你在干嘛？上星期五晚上，哦，我那天生病了，我发烧了，我吃了点药，很早就睡了。有人可以证明吗？哎呀，那天我保姆跟我请假，说他老家有事儿，我就让他回去了，就我一个人在家，没人证明。但我真是一直在家待着了啊，我哪儿都没去。好，谢谢。就这样。何先生，不用送了，谢谢您的配合。如果想起什么来，跟我们联系。你放心吧。嚯，刘继强这老洋房怎么气派啊？老队，带我进去看看。别太高调，情况还没搞清楚，没文件咱们不能进去。这附近没监控啊？
让萌萌把街道的监控调出来。萌萌，你查一下刘继强在平海市别墅的监控。你说。平海市高新区枫叶别墅五号。哎，遛弯去了呀？啊？哎，大爷，怎么？你好，大爷。哎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公安局的。哦，您怎么称呼啊？免贵姓王。王大爷，您就住这儿是吧？我就住这儿。您认识这家刘继强先生吗？刘继强？不认识。他不大搭理人的。哟，这是您的狗啊？是啊，牧羊犬，品种可好了，可爱吃了。大爷，大爷，您平常经常遛它吗？经常啊，经常遛的，早中晚从来没落下过，是吧？哎，您记不记得上个星期五晚上您遛它的时候，这家有没有什么动静啊？上星期五，记性不大好，想不起来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您要想起什么来，就去市公安局刑警队找我。我叫罗驰。嗯，来了来了。陆老师，啊，我有些工作的事想问一问你。哦，那你进来吧。嗯，陆老师，请坐。喝水。谢谢。他们就是你的父母。啊，是。那，你父母生前的东西，你还有保留吗？我们家在外面欠了很多钱，他们走了以后。家里能卖的都卖了。啊，你说的是这个吧？给你，充好电了。姨妈跟我说了。啊，谢谢你愿意帮我们。没有，好奇心而已。谢谢。不用。申请搜查令，刘继强的别墅肯定跑不了。等一下，这案子你们不用查下去了，小雪是我杀的。陆老师，其实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，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我现在只想带着思思好好的过日子，是姨妈一直放不下这件事。才跑去打扰你。你要是觉得麻烦，可以不用管。没有。啊，照片我都有了，那我也不打扰你了。哎，姨妈，你怎么来了？顾思呢？我给他打那么多电话，他也不接。顾。阿姨。哦，陆老师，你也在啊？哎。顾思，顾思。思思怎么了？他不在。你看，一早上我就收到银行发来的短信，说顾思往我银行卡里打了50万，说是替顾家还账。哎，50万可不是个小数，你说他哪来的？你别着急，我给他打电话。没有用，我都打了一路了，打不通。什么顾思？喂，罗队。什么？思思在公安局？好，他在公安局干什么？顾思去公安局自首，说他杀了小雪。
我一直以为顾思是个小女孩，一直以为我很了解她，其实并不是。那天我看见她跟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中年男人在一起，我真的好怕她受伤害，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她什么都不愿意跟我说。也许，这就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吧。